师决定说要去参加这次参会，是要转移大法官的焦点？我想他这一次突然决定要去哦，他的用意在哪里？可能他自己要解释的比较清楚了哈。我们也不需要去特别替他预测了哈。但是重点在于，就是说总统必须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哈，要了解人民心里的感受啊。那如果说在大法官提名这一次他漏接了哈，那下一次这个国光石化这件事情就不要漏接了。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哈，让台湾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啊。那高污染的这种产业，我们也想办法让他们从台湾移出去。其实是党内是有规划让这些民嘴到监护选区去选立委，征召一些民嘴到我们监护选区去选立委。你忘了我现在是请假的主席。主席，民党立场，主席您的立场是反对国光石化。是。那民党立场也是反对国光石化。其实我们民进党中常会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哈。那我们在历次的讨论都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执政时期的这种国光石化的政策，我们还要重新再检讨。那我们也主要希望就是我们朝向一个没有国光石化的一个台湾的产业结构。好，谢谢，谢谢。